告人。我们现在在 A19集结桃园体育园区站，我们今天要来开箱这边，大家后面看到我们后面的这个背板吗？好帅哦！到底已经打好打卡。我跟你讲，只有天团才可以有这么大的 banner， 超大。对，我们要先摆姿势啊，对不对？要合照。你不要打到瘦哥，你不要打到瘦哥。我要看一下。我们要在这里，就是那我们在他旁边。对，这样来，我们先拍个照。耶！没错，我们来看，果然是一般舞迷来的时候会做的事情。我跟你讲，大家舞迷一定会很兴奋，包括我们自己都很兴奋。所以呢，我们来这边拍照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小心自己的身边的财务安全，也要注意大家不要推挤，然后不要造成交通堵塞。对，然后来看演唱会呢。很棒，我们第一站就可以先来拍照打卡。没错，就是我先看五月天演唱会，天团，对，是很棒，没错，主要是为了演唱会而有这个东西，没错，而且舞迷好幸福哦，好幸福哦，而且你知道他设置的地方就，他下面还有个 spotlight， 就这样，对，但打下来，天团才有的光，对，没错，我们称之为五月光，五月光，喂喂，好。那接下来，它除了这个海报之外，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巧思，是什么？是啊，我跟你讲，一定要的，有图没有 BGM 怎么不行？还有一些背景音乐，然后走路才会有风，会有歌，然后有各种回忆。来说一下有什么歌？突然好想你啊！还有呢？倔强，没错。最后一首是好好哦。你要有图搭上 B 卷，人生才完整。没错，没有梗图，没音乐，这样不行。真的，我直接在这边播。对，没错。播是很有 feel。哎，我们来假设一下，虽然说我那个，那你走进来吗？不是，我走进来，那个你唱好了。好想你，等一下，喂，不行。不行啦，这样不行啦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会造成推挤，先不要。对，应该不会有舞迷这样子啊，我在想，我们激烈了，对对，我们是激烈的，演示给大家看，演示给大家看。但主要是音乐播放啊，有时间限制的，没错，没错。我们会在开场的时候播这三首歌，一直循环，还有散场的时候，没错，播这三首歌，陪伴大家意犹未尽。重点是只有演唱会那一天才有哦，没错。真的很好，我跟你讲，就是要有特别的感觉。对，因为这是完全 for 就是五月天还有舞迷共同的演唱会。对，而且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演唱会的名称，我们念一次。来，好好好想见到你。对，然后那个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名字，然后包括他们昨天发行的线上单曲。哦，很棒哎。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就要做好，努力的做好防疫。没错。努力的，然后并且我们一起来。维护我们大家的人身安全。嗯，那我们没有会不会那个弹唱那个师兄的作品啊？我们开玩笑，吉他来怪，来来来，吉他表演吗？不是，说的好像是你要弹的。我要帮忙 Q 嘛，对不对？流程流程，来流程。来，我们先想听什么歌？我跟你讲，直接点播。那我们可以点歌吗？可以吗？我要唱。那个师兄的经典之作。好。我不知道，不明了，不想要，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，却孤单到黎明。不知道，不明了，不想要，为什么我的心那爱情的绮丽总是在孤单里。再把我的最好的爱给你。哇！我们在那边献丑，那当然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对，那就你们跟那个师兄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小故事可以分享？我跟你讲，可以讲。不是，那个时候，我在激动是有原因的。那时候。还不是师兄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次参加南港展览馆的秀丽趴，对，那时候在南港。然后那师兄他们很热情的邀请我们上去看演出，对。然后而且我们是在后台，对。
就他们演出完，然后我在那边就这样子很紧张。对，然后就是工作人员，就是我们想要跟师兄打招呼，对，因为觉得谢谢他们这样。对，结果我没想到，他们一从后台走下来，我们被他们五个人的气场震到。对，就那他们下来倒退三尺吗？有，我真的倒退三尺，哎，我手在抖，就是。对，他已经有点这样子了。怎么我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真的真的会。我跟你说，里面唯一镇静的人就只有我。真的吗？我把我人生中，你以为啊？我把我人生中最冷静、最好是是吗？我心里很 deep， 你知道吗？你的膝盖有弯，我们膝盖也有弯，你以为这样？对对对，然后就啊，你们好，我们是高人。对，然后我是云安这样，对，结巴吗？对，有结巴，我结巴，我真的结巴。然后我们浅听，然后就然后那个信哥就说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是五月天。我说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需要介绍吗？我知道、哦、然后他那句话超级、那個，而且他是看着你的眼睛说，对，天哪，他们有迷住吧？他们五个人就是，他们五位的眼睛就会看，很认真的看着你，看着你，对，然后你就是完全感受到全宇宙的那个压力，就感觉五颗太阳，有没有？对，宇宙不能五颗太阳就这样上，对。哇，好，这种感觉。哎、欸，那你们也不能输师兄吧？我们要不要也表演一下自己的歌曲？我们要感谢师兄给我们这个机会，我们要来唱我们的歌。对，很好，很好。告人，把握任何不是的机会。跟师兄不能没有输赢，对，我们是敬爱的。敬爱。我会敬他，对，我要感谢他。这首歌是我们第二张专辑《运气来若是无》的同名单曲《运气来若是无》。One, two, three。季节更替，年轻的心，踏着红彩绘迹的河，思念后产生的荒芜，重新种下一棵棵树，带它飞往永恒的国度。哇，谢谢，谢谢，我觉得你们。效果真的给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觉得被感受到，我旁边好像有几十万人在旁边看我们唱歌，真的有哦，真的有，没错。我们大家知道就好。好好好，那我们先把那个吉他先给那个，我们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一下，因为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很重要的资讯，对不对？没错。但是那个过程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小小聊一下，就是你们之前有没有看那个五月天演唱会的一些心情可以分享？我跟你讲，我记得。最深刻的是在台中的时候，第一首歌《Let's Go Party Party》那个一瞬间，整个像你知道，因为它会有那个效果，就是那个烟火，然后还有他们之前就是唱到比较一些抒情或比较高昂的歌，会喷那个彩带，然后我们就从我们三个从椅子上弹起来，对，就是弹的，所以我们整场都站着，对，真的是整场站着，拿那个荧那个叫什么？荧光那个荧光棒，然后超大根的，超大的荧光棒，因为那个荧光棒会跟着歌曲而变动那个颜色，对，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有一种我们被操控了，没错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会变色嘛，然后我们就要跟随，不是，等一下，那种感觉不是操控，应该是说。操控我，对，那种会很爽。可以过吗？可以过吗？好，很棒，我们顺利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要乖，我们要遵守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，谢谢。啊，我们全场 live 了，对，毕竟是真的很 live， 对，对，你看又卡住了。那我们要叫什么？我们叫鸡姐、鸡哥。好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呢，是的，就要来讲一下，大家来看一下，对，我先看一下我们的地板，地板，防疫的布贴都贴好了，是安全距离的那个，社交距离的布贴都贴好了，是这样站着，对，是，自己找位置站着，这里。哎，你们这样子还蛮可爱的哎。没错，我们每个人都要间隔这样以上的距离。没错。对，主要是因为这一次防疫疫情的关系，其实捷运有特别在推出那个防疫机制有升级一点点。来来来，谢谢。好，升级四大防疫机制。
包括全线21站本来就有设置的红外线热像仪，我们会在 A18 跟 A19 各增设一台跟两台，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更安全的并更快速的让大家通过。对，然后我们采多段式的人流控管，就是我们大家就要看完演唱会跟来看演唱会的时候，我们大家一定会抱着很兴奋的心情，但这时候请多耐心等待一下，为了防疫，所以我们会在下面呢会进行人流控管，对，会一批一批的让大家再上来搭乘捷运回家，平安回家，开心出门。对，然后我们会设置排队社交安全距离地贴，就是这个啦，来请站一下，谢谢。好可爱哦，都帮你设好距离了，没错，非常非常距离就要把它设起来。好，好，然后我们会，既然来看演唱会，五月天非常贴心，怎么可能没有想到交通的问题？是，并且机捷也非常支持这件事情。我们加开列车班次，疏于人潮，避免车厢过度拥挤。没错，而且贴心哦，连续41小时，对，不得了。来讲一下这个加班次的部分，我谦哥。哎，请站好，社交距离。站好，社交。加班次的部分是跨年场，好，普通车连续41小时不打烊，直达车维持现有营运时刻表，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。然后非跨年场的部分，桃园体育园区站往台北车站发车的时间是11:45，往环北发车时间是12:16。对，主要就是末班车有延后发车时间。没错。没错，所以大家真的不用担心，就是搭不上捷运会被大家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真的好贴心。看完演唱会还让你安全回家，没有问题的。很棒，谢谢季杰跟五月天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配套措施非常非常的完善，所以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哦。哎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我这样讲一讲，是真的很完善，而且这样真的会很开心的出门，然后很安全的回家。对。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好的戴上口罩。确保我们所有人的安全。对，嗯。然后今天开箱完，对，整个这样子流程大家都知道了，没错，是不是很期待啊？演唱会，我超想看，请站好，社交距离。对，演唱会，请记得一定要站好社交距离哦，像刚刚那样是 no no 的，no no。精神示范，精神示范。对。只要够，我们大家都会很兴奋，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五月天演唱会的到来。Yeah. 好好好想见到你。等一下，哦，还没跳。还没有。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麻烦大家，多多分享这个影片。对。我们今天会送我们就是签名。签名拍立得。对，拍立得，告五人的。告五人。题目是什么？题目是什么？题目是。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，欸，不对啊！大家会不会回答说这里是高铁南路二段？不是不是，那这个开始有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我们今天是在哪一个站做直播呢？我们今天是在机捷的哪一个站做直播呢？桃园 B 站。对，桃园请消音，桃园 B 站。Okay。没错，所以只要回答问题，然后分享直播，就有机会获得你们的签名拍立得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最后要不要再把重点再跟大家提醒一下这次的，比如说防疫机制，还有那个四大防疫机制，我们会增设很多，我们会增设红外线热像仪，并采多段式人流控管。并要我们已经把社交距离的地贴都贴好了，然后加开列车班次，让大家安全到家。耶！跨年场，普通车连续41小时不打烊，直达车维持现有营运时刻表。非跨年场的部分，桃园体育园区站往台北车站发车时间为11:45，往黄北车站时间是12:16，有延后的有延后，所以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哦。好的，大家 OK， 真的可以好好期待一下演唱会了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好好好想见到你，我们开心出游，平安回家。嘿，喂，拜拜。好，我还是没有不见。要跳槽。要，请不要忽略社交距离。谢谢告五人，谢谢。拜拜。